终于飞了，我操！哎呀，不行，我们快。没有。好尴尬。你怎么走那么快？车里没有认错人吗？不就是没有、啊、没有认错人啊？你不是张哲瀚吗？张哲瀚吗？你不要来了。那这是我怎么没见过你？就见你的。我还没见过你的。我没见过你就行了。我操！你天天不飞，我操定了。来干嘛了？拿那么大一箱子，代购吗？对啊，你要去哪？脾气啊！走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没错吧？哎，你当时不用说，你要我送。他怎么会有男粉丝？